不会是套路吧？别管了，赶紧走。你怎么在这儿？这小子疯了吧？那他妈把他放了吧！放！把他留当人质也是好的呀。把他放了，他一会儿就死你车底下了。把他放出去，走。你俩给我等着啊！加油，加油，你没事吧？只要你不碰我，我就没事。袁总，那两个保镖被李教官送到医院去了。哥，是不是豹子那边的人啊？你看着我干嘛？你怎么知道我在看你？我只是恰好路过。哥，我真的是一个电话下就来了，我先给你打的，后给他打的，结果他比你还先到，而且单枪匹马。可见他有多着急啊。你挺会编啊。哥，我没编，夏瑶他就是脸皮薄，其实他特别在乎我，刚才你也看见了，夏瑶对我是真心实意的，跟之前那些渣男根本没法比。夏瑶你怎么了？啊，流血了。啊，你别动了。哥，你快看呀，怎么办啊？停车！快看看，老实待着。我真的只是顺道路过，换个别的人也一样。我知道。早点休息吧。哥，我害怕。
别怕，有哥在呢。是不是豹子的人啊？这个我还在调查。肯定是他，竞争不过就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。今天幸好有下药。哥，我感觉我还是忘不了他。今天下药出现那一刻，我感觉像做梦一样，整个人都快上天了。早点睡吧。